你说你接近嘉恩公主是为了查案，那何进又是怎么回事？是有人逼你的，对吧？没人逼我，是我自愿和亲的。猜错了，他果然是那种爱慕虚荣的人。初月妹妹，你知道吗？他要娶嘉阳公主了，他要去宁国了。我不信，我去找燕大哥。你太不了解他了，燕大哥，知面不知心呢。燕长月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了娶嘉阳公主，就不要我了？他没有不要你。或许他也是逼不得已，有苦衷。这个女人知晓少主的真实身份，由于皇帝关系神秘，她若泄密，我等多年筹谋恐毁于一旦。那是。喜欢你，比你想象的喜欢程度要多很多。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会挂念你，会担心你，我想让你一直陪着我。但是，你是做大事的人，所以我们不一样。我只想和你在一起，可是我们好像注定不能在一起。没事的，反正我有失魂症，说不定我很快就能把你忘了。所以，我走了。